好，来翻到五十九页，我们现在来上五十九页的课文呢。好，来，还有没有说？来，一起念一次。I like pandas. I like pandas. Panda. 他说我喜欢熊猫，对不对？熊猫。I like pandas. 然后呢？再来，他说这个是谁？他会说，那个是 me too, me too, me too, me too. 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me too, 我也是。来，我们上一课是不是也有上到那个吃东西的时候？来，我想要什么？我要吃什么？吃什么？然后呢？你也会说什么？ me too. 比如说，我说。I want a sandwich and hot dog. 然后呢，你说你也想要吃这样子的东西，你会回答我什么？你吃。对，可以。你吃。然后呢？没有人能够给我们玩的这个。他们来到礼品店，麻烦关麦克风，不要太响。李红，你不要吵。关麦。好，来，他们来到礼品店，然后呢，他手上拿了一个就是老虎的帽子，然后他就说，听他就说，来 ，nice hat，nice hat，nice 的意思是什么？不错的，不错的什么 hat 是帽子，不错的帽子，这顶帽子不错哦，不错的帽子 ，nice hat， 好，来。可以了吗？这里五十九页。可以。好，来六十页。然后呢 ，Toby 说，啊，看到他们来到老虎区啦、啊。然后他说，哇 ，big cat。他为什么会说是 big cat？ 他觉得老虎很像什么？大猫。对，老虎很像大猫。他就说，哇 ，big cat。然后呢，结果后来他就说 ，No， they are tigers。他们是什么？老虎，好，然后结果呢？老虎就对 Tony 吼叫啦。在英文的吼叫，这个 roar 是 roar， 这个吼叫 roar， 对对对 ，R O A R， 这边吼叫声。然后后来他又在 Toby 的后面吓他，他就叫 Toby， 结果 Toby 又一看一个老虎帽，所以他就吓到了。啊！来五九六十的课文好了吗？好了。谁举手？没有人。我按到。OK， 好，来，那我们 turn to page。51，哎，我们一起先把课文再念一次好了。好，来，我按，然后你要跟着念哦。你如何写字呢？ Do you like bears, Tina? Tina? No, I don't. I don't like it. No, I don't. I like monkeys.Oh, monkey! I am a monkey. Look, elephant. What is it? Want a meat. What is it? 老师再播一次。我们这个队。喂，你需要关吗？我没讲话。喂。Where a meeting？ 安静，听我讲。Wait. 的意思 wait， 怎样？我
Yes, I do. Watch out. Don't worry. I like pandas. Me too. Nice hat. 陈总没开麦。
我刚忘记开麦了。那我点到了那几个，自己重新再念一次。不开麦我就怪你，看你什么时候开你的镜头跟开你的麦。吴宇轩，你们记得喽。陈子龙，陈总第二次，陈总第三次，陈总不在线上，老师一起他，他被我踢出去了，但不在线上啊。老师，为什么陈子龙的名字叫徐子龙？他哪里有叫徐子龙啊？他说陈子龙，他那个名字是写徐，他名字就写子龙。我明明应该是你看错吧？是你看错了。等一下，再一次哦。好，翻到课本。老师，吴雨欣在啊。吴雨欣在，我刚刚有叫他啊。他在啊，他在开镜头了。他没有理你，他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要念的意思。他刚刚也没，他刚刚也没开麦吧？他刚刚才过来的。对啊。他在吃东西。最后一次警告哦。然后还不知道在干嘛。还不知道在干嘛。好嘞，我们上礼拜我有就是教你们过句型问答的句型，对不对？我问你喜不喜欢老虎 ？Do you like tigers？ 然后呢，你可以说是的，我喜欢 ，Yes I do， 或者是 No I don't。好，所以你来看喽，这边。好 ，Do you like tigers？ 然后呢，后面 tigers 我们可以变换成不一样的东西，比如说只要是名词都可以。Do you like dogs？ 你喜欢狗吗 ？Yes, I do. No, I don't. 然后呢，或者是 Do you like Do you like turtles？ Yes, I do. No, I don't. 来拿荧光笔把下面这一句话画起来。好，老师，我现在随时都可能会退出，因为我的平板剩又怎样一趴了，平板又没电，是不是？你昨天有没有充电？有啊，我昨天有充到，我那个上礼拜五就有充到100了，然后今天又扣到一趴。那明天，那昨天为什么要上课前又不充电？我今天早上上课的时候平板是100，那你就先插着嘛。好，你们最好去拿的那个充电头是要用 iPhone 的，跟爸爸妈妈借充电头是用 iPhone 的。好，来，我现在要点名了，一号。有，好，来，我问你哦 ，Do you like elephants？ Yes, I don't. I don't 吗？你 don't 是不喜欢还是到底是喜欢？那个哦，对了，重念 ，Do you like elephants？ Yes, I do. Yes, I do. 好，来，再来，三号。Like. Do you like pandas? Yes, I do. Good.
四号 ，Do you like bears？ No, I don't. Okay, no, I don't. 好，来五号 ，Do you like tigers？ No, I don't. No, I don't. Okay. 好，来七号 ，Do you like turtles？ Yes, I do.Good. Yes, I do. 八号 ，Do you like bears? No, I don't. No, I don't. Okay, 再来，还有来九号 ，Do you like tigers? Yes, I do. Okay, 十号 ，Do you like monkeys? No, I don't. No, I don't. 好，来十一，十一。一次，十一，第二次，吴雨欣，他给我关镜头了。老师，他好像没有听到你。他给我开镜头。吴雨欣开麦了。Do you like tigers? 不要。No, I don't. No, I don't. Good. 十二号 ，Do you like bears? No, I don't.No, I don't. 十三 ，Do you like elephants? Yes, I do. Yes, I do. 十四 ，Do you like turtles? Yeah, yes, I do. Yes, I do. 好，来十五 ，Do you like tigers? Yes, I do. Yes, I do. Good. 好，来我们再一起念一次哦。Do you like tigers?Do you like tiger? 好了，所以问人家喜欢什么动物，你可以给他一个，比如说 ，Do you like cats? 你喜欢猫吗 ？Do you like dog? 你喜欢狗吗？或者是什么 ？Do you like lions? 老师，你喜欢狮子吗？那人家就会回应你啦。我喜欢的话，是的，我喜欢。Yes, I do.但是呢，如果你不喜欢，你就回答他说 "No, I don't." 老师，为什么他不讲说你喜欢动物吗？你喜欢动物吗？他现在就是把动物的范围又缩小，因为动物有这么多种，懂意思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先来听一次哦。好，来，现在呢，我要你们自己一起练习。圈的呢，就是 Yes, I do。他的呢，就是 No, I don't。你们自己练习一问一句 ：Do you like pandas? Yes, I do. Do you like bears? No, I don't. Okay, go. Do you like pandas? You like pandas? Yes, I do. Do you like bears? No, I don't. Do you like pandas?Yes, I do. Do you like elephants? No, I don't. I don't. Yes, I do. 都好了哈。好，来，再一次哦，一起。你们刚刚有念了吗 ？Do you like pandas? Yes, I do. 换你们。Do you like elephants? Yes, I do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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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来第二个 ，Do you like bears? No, I don't. Do you like bears? No, I don't. 好，来第三个 ，Do you like monkeys? Yes, I do. Do you like monkeys? Yes, I do. Okay, 第四个 ，Do you like elephants? No, I don't.Do you like elephants? No, I don't. No, I don't. 好，来，
下面一页62页。好，这个是要玩的，对不对？来，你们在家的话可以找弟弟妹妹玩。你可以问，可是我所以老师知道怎么玩，就是你们要拿骰子啊，然后你看、哦、来，好，来第五个要念那个，要念英文，就是你要念得出来说 Do you like monkeys？然后呢，你把这句话有完整念出来，然后对方也有回答你，你就可以加。比如说我第一次是5分，好，我回答5就可以加5。好，再来6 ，Do you like turtles？ 我也有把它讲出来，然后对方不管是 Yes I do 或者是 No I don't， 但是我有把问句完整的讲出来，我就可以再加6分，懂吗？我懂。好，来62页，我们先不做，来63。好，来，请人家等一下 ，Wait a minute， 再一起 Wait a minute， 然后呢？好，来，不小心弄倒了 ，Oops。Sorry. 然后呢，他就会对他说 ，Don't worry 的意思就是别担心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生活影片哦。有声音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有声音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再重来一次哦。没有，我再重新。没有，没有。我重新分享一次，你们看一下有没有声音。这样子好了，给你们看。有，很小。有，说请不要担心，你们刚刚有看到有几句？什么几句？请别人不要担心。你们刚刚有看到哪几句？一句啊 ，Oops， 跟 Sorry。不是，那个是 Oops Sorry， 但是呢，他后面回答的时候，他有说请别人不要担心。有。有吗？好，来，你们有看到他有除了一个 "Don't worry" 以外，还有什么 "Don't worry"？ 还有什么 "Let's OK"？"Let's OK" 是没关系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什么 "That's all right"？"That's all right" 意思呢，也是没有关系的。
那那个呢 ，take easy， take easy 的意思呢，就是请这个人呢放轻松，不要把他放在心上，压力不要这么大。所以呢，你告诉人家，人家向你道歉的时候呢，你有很多的用法可以回他，比如说什么 don't worry， 然后还有什么 take easy， 还有嘞，that's okay， 还有什么 that's all right， 这个都是你可以回答人家的哦。好，来我们歌曲吧。好，来 animals 一起念一次 animals 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动物们，动物们就是涵瓜很多，比如说什么，反正就是很多动物都在一起，我们统称动物，所以我们就叫做 animals， 因为动物呢是一只一只可以数的。所以呢，它会在后面直接加 s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、哦、monkeys， they are cute， 他们很可爱。I like monkeys。How about you？ 你呢 ？Yes, I do。我是。再来 ，tigers， they are cool， 他们很酷。Do you like tigers？ No, I don't。I don't like tigers， 我不喜欢老虎。来听一下哦。看得到我分享的画面吗？看得到，看得到。My monkeys. How about you? Yes, I do. Yes, I do.好，这个音乐它是比较属于比较像我们在念那个韵文的感觉。好，来还剩七分钟，我看一下我们的习作，我们习作写到哪里？三一三二，没有啊，十五十六都写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第四单元我们上完课再来写。好，来先让你下课休息，等一下回来上体育课。然后今天阅读测验上完的、啊，一样要留下来上那个学习辅导。